你好，欢迎来到汉语课堂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短文排座位的生词。本课结束后，你需要能够认读、认写本课生词，掌握本课生词的意义和用法。你们看，桌子上有什么？桌子上有铅笔盒。铅笔盒里有什么？有铅笔、橡皮和尺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有关学生用品的生词吧。生词，请跟着我读。每个生词读两遍。课桌，课桌。铅笔，铅笔。铅笔盒，铅笔盒。橡皮，橡皮。排，排。座位，座位。整齐，整齐。认真，认真。生词讲解和例子。排，排，排座位，排队，排椅子，排桌子，整齐，整齐。这里有两张图片。哪一个教室里的课桌很整齐？是左边的，还是右边的？答案是右边的。教室里的课桌很整齐。整齐，不整齐。课桌很整齐，课桌不整齐。牙齿很整齐，牙齿不整齐。我们来书写汉字，整。现在我们来看看整字是由哪些部件构成的。竖、文、正。
我们用整齐做扩展练习。整齐，很整齐。房间很整齐。我的房间很整齐。认真，认真。这里有两张图片，哪一个学生认真听课？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？答案是左边的。学生认真听课。认真，不认真。马修认真听课。马修不认真听课。小孩认真学习。小孩不认真学习。生词练习，听力练习。听后选择正确答案。铅笔盒，铅笔盒。答案，铅笔盒。座位，座位。答案，座位。非常棒。认真，认真。答案，认真。整齐，整齐。答案，整齐。你都答对了吗？非常棒。连一连，橡皮，座位，课本，课桌，书包，铅笔。答案，橡皮，座位，课本，课桌，书包，
铅笔 选择题 学生们都很 学习 学生们都很 学习 A 认真 B 课桌 C 整齐 D 座位 答案 A 认真 学生们都很认真学习 教室里的课桌很 教室里的课桌很 A 橡皮 B 课桌 C 整齐 D 认真 答案 C 整齐 教室里的课桌很整齐 在课桌上 A 排 B 认真 C 整齐 D 课本 答案 D 课本，课本，在课桌上。总结：铅笔、橡皮、课桌、铅笔盒、座位。 排座位，排队，排桌子，排椅子，整齐，课桌很整齐，牙齿很整齐，认真，认真听课，认真学习。 希望你喜欢这堂课。再见。